伤瑞，不行这样啦！现在我们来到了大甲妈的第三天，我们第二天跑去拍其他的东西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跟上脚步来到了云林，云林的哪里？那个西罗吗？对，西罗。西罗这边，听说他们今天晚上好像是要到西罗那边去住庙。他们不是每一天晚上好像都会去一个地方住庙嘛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今天听说好像是在云林住庙，今天有点期待。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到好朋友的邀请，然后来到这边红毯，希望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可以拍到一些特别的画面，就像我们上次一样，就是最佳 C 位。期待期待期待！好，我们待会来看看吧 ，Go Go。水纯，对啊，你看，讲话可不可以高端一点？你看，你讲话这个乡下的没错，在长大，那种没智慧，他真的是屁孩，都已经30多岁了，还当一个屁孩。嗯，也没吃到，我还没吃。大侠爱吃汉堡包，看到你我就饱。站起来一点。你看，你这老屁孩，智慧嘞，说好了智慧嘞。现在我准备跟大家一起玩伴，待会要等着妈过来。准备了超多食物buffet给大家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通常这个都爱吃什么？跟汤，这是什么？偷看一下，不行，太烫了，我摸不了。哦，炒面呢？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呀，哎，这什么啊？感觉很像鱼板的东西。其实我今天早上吃的有一点饱，但是我现在看到有一点饿。我们加个2块西瓜压压惊。哎，你要不要考虑吃凤梨啊？听说男生吃凤梨下面会变香哦。鸾鹳其实差别非常大，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拍到有一个鸾鹳，它是用竹编编成的。我们大部分看到好像都是木头去雕刻做的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接下来就去看下去吧，很可爱啊！哎，你看后面那一台，后面那台更帅啊，三太子。温水很难得到温水，注意就是这个的，你不打算去想，我就欢迎回家。喜欢吗？晚上去乌托那边更热闹。好，谢谢。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现在三太子怎么那么可爱？我觉得三太子一直是走在时尚的巅峰哎。前阵子不是有什么三太子的电音舞蹈吗？之前，然后现在三太子又骑小波波，就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啊！
我请人家做，然后不客气加时。马上带。世界和平好不好？好的，最后一个愿望发一起。
还是我晚清的样子。对啊，你不要再哭了啦。你看旁边，真的是被昏的啦。你是很感动对不对？你看旁边，你看他旁边，亲子游乐园。水哦，我真的不是哭，我真的好感动。确定吗？哇！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拍照一下，拍照一下。我不是在哭哦。来，面对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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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哦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要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一二三要说站啊，来准备，一二三。还是忍不住流眼泪了吧？不是，真的很昏，没关系，我们在附上流眼泪。对啊。不行